数人印象中的花莲应该都有着好山好水跟壮阔的太平洋美景，但事实上现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已经快要被垃圾给包围了。因为花莲县境内并没有焚化炉，除了请宜兰县代烧之外，其他垃圾都是掩埋处理。然而现在十座垃圾掩埋场都近乎饱和，垃圾只好暂时堆放在地面，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生产水泥跟预拌混凝土的台泥正在当地建造全台首座以水泥窑协同处理垃圾的气化炉，预计2023年可以完工启用。但花莲的垃圾问题就真的有解了吗？蓝天白云配上太平洋美景，是花莲美的印记，但太平洋滨却紧邻着垃圾山。从高空俯瞰，这一块块像是白色棉花糖的物体里头更全是垃圾，还不止这里。美丽的花莲怎么被垃圾包围了呢？挤挤挤，排排排，等等等，这已经是疫情趋缓后花莲的日常。不管是东大门夜市、海洋公园，还是知名包子店，都是满满的人潮。而人潮过后替花莲带来的，除了前潮外，恐怕是满坑满谷的垃圾。花莲县人口数33万，光是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大约130至150公吨，加上今年一月以来有700多万人次的观光人潮，花莲的垃圾一直呈现爆量的状况。因为疫情严峻的关系，所以餐饮业无法内用，所以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我们都习惯到餐厅去把食物买回家外带或外送，那造成我们的一次性的容器也增加，塑胶袋也增加。那现在疫情比较趋缓，那大家也都闷坏了，所以大家又来观光，那造就我们的垃圾量有逐步上升的一个趋势。花莲县境内并没有设置焚化炉，所以一直以来全县的垃圾都是采用掩埋的方式处理。目前掩埋场近乎饱和，而花莲县内一共有10座掩埋场，总计掩埋了117万1000立方公尺的垃�圾，相当于46万8000吨。以一只非洲象体重5吨来换算，花莲整体垃圾量总数可以比拟93600只的非洲象，数量相当惊人。埋场其实它一直埋一直埋，它还是有一天会饱和，那就只能做暂置。暂置大家想就是一直往上堆，往上堆的后果就是可能会有异味的问题、污水的问题，还有环境脏乱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很容易就是被周边邻居的乡亲就是做成康的部分，也是会影响到乡亲的生活品质。我们现在进入的部分就是我们吉安乡的掩埋场。那吉安乡掩埋场目前已经饱和，所以不再做掩埋垃圾。花莲县吉安乡垃圾掩埋场占地1.82公顷，因为垃圾数量太大，只能先暂置在地面上，堆成一座5公尺高的垃圾山。经过阳光曝晒，这些混杂着各式各样东西的家用垃圾飘出一阵阵的恶臭，空气中还有不少尘土，经过挖土机一翻搅，站在现场的我们只能暂时屏住呼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车辆就是它进行转运的作业，它就是把我们一般的垃圾装载到车斗，然后运送到宜兰去做焚化处理。宜兰县一直是花莲垃圾去化的好帮手，从2006年开始，立泽焚化炉协助花莲焚烧垃圾。不过近年来，随着立泽焚化炉要进行岁修，燃烧量不足，从原本每天提供花莲处理100吨的垃圾，逐年减少至每天30公吨，到这个月已经确定不再代烧花莲的垃圾。花莲掩埋场满载，宜兰立泽焚化炉岁修双重考验下，花莲的垃圾量又持续暴增，
仿佛上演着一场垃圾围城记。但最令人担心的是位在美仑工业区旁的花莲市垃圾掩埋场，它是十座掩埋场中最靠近海岸线的。把视角拉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垃圾山和壮阔的太平洋仅仅只有一个边波之隔，美丽与现实形成了强烈对比。像我们这边滨海的有东北季风或是台风的影响，对，所以现在垃圾的部分会比较结实，因为我们都把它推平。那另外清洁队这边我们也是有再生的叮咛，然后他们也非常的有经验，就是在防汛期间他们也会适当的来做因应。那除此之外，我们在2年前呢，其实也有申请那个分选前处理作业。简单来讲，就是将这个垃圾做打包的处理，因为打包起来它是密封的，异味也不会出来，那垃圾也不会再随意的飞散，就是同时可以达到这个减少这个二次污染的部分。这些排列整齐，像是白色棉花糖的，就是分类打包过后的垃圾，但这终究不是解决垃圾的办法。难道只能继续苦哈哈的摸摸鼻子，堆置在花莲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吗？花莲县秀林乡和平村的打卡园区，现在是很热门的打卡景点，而生产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的台泥，也是和平村的重要地标。而这里将在2023年诞生花莲垃圾处理的新解方。我们在108年就是参考国际，然后跟日本这边还有大陆这边的使用的方案，就是他们其实不是单纯在盖掩埋场，或者是单纯在盖焚化炉，而是使用水泥窑的这个特殊的行业它的优点来协同处理废弃物。张华玉口中这座全台首创水泥窑协同处理垃圾的气化炉预定地，和台泥的2号水泥窑紧紧相连。垃圾车将垃圾倒进垃圾坑后，经过破碎，送进气化炉进行燃烧。处理过程中剩余的飞灰跟底渣，最后可以变成水泥的替代性原料。和焚化炉相比，水泥窑是以1200度的高温处理垃圾，可以有效破坏带凹性的产生。算是台湾的一个垃圾处理的新的一个里程碑，那也是一个循环零废弃的一个模式。这套设备目前还在建造阶段，预计在2023年6月底前试运转。花莲的垃圾左盼右盼，总算盼到了一个解套方法。但这样真的一劳永逸了吗？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是，台泥跟花莲县政府用循环经济的名义去完全美化了这个整套系统。那美化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最担心的是进去的垃圾的长相。那如果它有很多，比如说 PVC 或者是厨余这些有可能产生酸性气体或者是焦油这类物质，损害整个系统的运作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整套系统会有泄漏这些酸性气体或者是污染气体以及气爆的风险。地球公民基金会担心，一旦垃圾分类不确实，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生。另外，气化炉每天的垃圾处理量高达200公吨的废弃物，空气污染会不会是下一个隐忧？这是全台湾第一件用气化炉协同水泥窑去处理垃圾的案例。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是希望水泥窑本身它的空气污染排放标准，还有这些环境的规范，它可以更严格去把关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那不是只用水泥液的排放标准，它其实会掺杂到焚化炉的排放标准，那排放标准其实是要加严的。台湾水泥公司回应，引进的是日本川崎气化炉处理垃圾的专业技术，有先例可循，事实上并不存在焦油爆炸的危险。至于空气污染的防治部分，会设置开启式各项环保及时数据显示看板，进行各项监测。而对当地民众而言，垃圾问题能真正解决最重要。以后花莲县的所有垃圾都往这边，那其实他们本身的那个组件物还有焚化炉是做得非常好，就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是在垃圾车那沿路那个垃圾那个味道可能会有，我在想应该是这样。你知道台泥要盖一个气化炉烧花莲的垃圾吗？知道了。
那你自己的个人感觉怎么样？如果环保做得好的话，应该都可以啊，就这样。所以会担心吗？不会吧，一向柴米做得不错。花莲县民听到垃圾围城终于有解了，都觉得乐观其成。但是与和平仅隔着一条溪，宜兰县最南端南澳乡澳花村的居民，依据以往的经验，忧心他们又会是这次花莲垃圾解套方案下最大的牺牲者。你住在这里多久了？30几年了，我在这边开杂货店了。那这边平常灰尘沙石会很多吗？会哦，已经20多年了。啊，怎么我们每次都是灰尘一多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扫地扫不完，都烦得烦死了。那居民、村民都会觉得有这样的感觉？有，我们隔壁邻居都会讲话啊，都会说怎么那么多沙子了，什么都做不完。他们有时候都有时候会放弃，都不整理。生活圈几乎都绕着花莲县和平村、宜兰县澳花村打转的在地居民刘金美说。这里是他最爱的故乡，但这里的好山好水已经变质。我们这边是空气最好的啊，自从他设这开始哦，刚好我们这边又是出口，他一烧了灰尘的时候，不管夏天冬天哦，那个灰尘你从那个客厅看看，那个龙卷风轰到我们这边，还有旁边那边那一层那个白色的那个灰那个、啊哦，一跑到村庄的时候，弄到我们的衣服、身体会痒痒的。台里那边要烧垃圾的时候，倒霉的就是我们宜兰澳化这边的村民啦。啊，你叫我们要怎么办呢？台里烧垃圾要和平，台里烧垃圾要和平，德港部落要生存，德港部落要生存。气化炉都还没盖好，宜兰县澳花村的民众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让他们不得不承受风向所带来的所有物质。我们这边是一个环山，就是三面是三面都是山，代表说如果风从这个口吹进来的时候，就会在这个里面这样一直打转，在这个里面这样子打转是不会飘出去的。所以如果今天当那边有什么污染物质或有不好的东西被风像这样往我们这边吹的时候，就会长期一直逗留在我们的部落里面，然后再往下沉，所以对居民的呼吸跟生活环境是不太好的。为了勇敢捍卫澳花村的生存权，部落青年组成自救会，希望能用大家的力量守护家园。这里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也是我们的根，我们会希望我们未来我们老的时候是在这里，就是到老甚至是 埋葬在这里。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地人非常 可切的那一种心。但是说来说去就是谁还敢留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共存嘛，要共同来去做一个伙伴，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有问题大家在桌面上好好谈。其实我们部落要的不是无理取闹，我们现在合理的怀疑这个空屋嘛，取之于这边要受之于这里。因为这个部分虽然我们不是花莲县内，但是空屋的部分我前面有讲，60%是往我们澳花村，所以我们一定也要这个福利嘛。你没有这个福利，等着我们是白受害。气化炉能不能真正解决花莲的垃圾问题，是否创造双赢，都还是未知数。但这片美丽的土地实在不该继续让垃圾包围。当你我下次再到花莲排队买包子，到东大门夜市品尝美味的同时，请和花莲人一起爱这片土地。